这个报告是八一老爷的金毛驴跑了，老爷很生气。3日之内，有人找见了老爷的金毛驴，我就会放了所有人的毛驴，并重重有赏。 没事儿，谢谢，谢谢月儿姑娘，谢谢大伙儿，大叔，这么重的车，你咋能拉到动呀？嘿，我叫把老骨头了，当回毛驴儿没啥，咱们的毛驴儿真的回不来了。那我永远也见不到我的小毛驴儿了。这哪有什么新毛驴，还不是那小八一耍的花样？哎，别乱说，人家可是咱们这儿最有钱、最有权的人。 哎，为人分忧，你可真会说大话。哎，小伙子，我们现在就很忧愁，那你告诉我吗，怎么才能快乐？快乐到处都有，就看你们能不能找得到。啊？他是一个瓜果，瓜果啊，一团火，一杯茶，一个囊。 一匹布。阿凡提，那你说说看，这麦子的快乐是什么？沉甸甸的低头，圆滚滚的肚囊。<笑>阿凡提，也请您告诉我，这炉火的快乐是什么？散不
尽的香味儿，口不干的口水。阿凡提哥哥，石榴的快乐是什么？石榴子紧紧相拥，谁也不分开。我老汉也有个问题，小伙子，这黑毛驴的快乐是什么？金毛驴的快乐又是什么？金毛驴？黑毛驴的快乐是变成了金毛驴，金毛驴的快乐嘛，是变回了黑毛驴。爱穿不平时，爱为人分忧，偷机灵耍聪明，快乐人全在这里。爱穿不平时，爱为人分忧，他的名字是阿凡提。爱穿不平时，爱为人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走过的路过的，你们可千万不要错过月儿丫头的这个布料啊，那可是真真的漂亮，谁见了谁喜欢。太阳见了生闷气，月亮见了也着急，女娃见了要发奋，男娃见了直发愣。新鲜羊肉满嘴香，一串两串腿不忙，三串烦恼全忘光。我们只想尝一尝，走过的路过的千万不要错过，尔立大叔的水果才叫甜才叫棒。口干来块大西瓜，嘴里甜味直嘎嘎，口苦来块哈密瓜，蜜蜂追着要回家。吃我一口大圆囊，保证叫你不会忘，身上有劲儿心不慌，我们真想来一筐。阿凡提哥哥，我叫月儿，你走过的地方多，有没有见过我的小毛驴？小毛驴？对，它叫丸子，长得圆圆胖胖的。对了，它会跳舞。会跳舞的毛驴？它已经丢了半年了。我知道它不是被抓走的，它是被人偷走的。别着急，月儿，慢慢说。我说二丁啊，你要抓人家，那毛驴子还不跟你急呀？谁要抓他了？不是你们家的特雷根要抓全镇子的毛驴吗？我说二弟，你少说风凉话，小心我家特雷根饶不了你。我可不敢惹特雷根，人家可是八一老爷的大管家，但你弄坏了我的瓜果，你得赔我呀。赔？想得美，你咋不说你这车子还哎，你别走呀，快抓住这头疯毛驴。阿凡提哥哥，快帮帮我师父。朋友，别发那么大火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
消消气，好驴动口不动蹄，有事好商量，好商量。我知道你很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喜欢他。你说啥呢？你别说话，小心他再发脾气。你看他弄坏了别人的瓜果还不赔，确实不招人喜欢。赔，想得美。你别说话，你追他肯定是他对你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啥？你也要钱？多少？两个银币。胖子，快救救我！跑啥？快给钱，两个银币。两个银币，想得美。那我可救不了你了。哎呦，哎，八郎子，你别走呀！我不嫁八郎子，我嫁阿凡提。阿凡提，我只有一个银币，不过这毛驴得归我。他敢踢我，看我不把他关起来！可以。你别走呀！八郎子，你还没救我呢。不是你说的毛驴归你吗？他现在不就和你在一起吗？快抓住这头疯毛！师傅，包子，你是说他是？对，他就是我们丢掉的丸子，只是瘦的我快认不出了。玉儿，快去拿块布，快点！快点儿！哎呀，谁让你把这块布拿出来卖？师傅啊，这金色的染料是咱们染坊好不容易调出来的。这样的布好卖，小声点儿，傻丫头！你这人真不讲理，被毛驴追就拿别人出气。我管叫我自个儿的徒弟，谁也管不着你。玉儿，用它把毛驴抓起来。抓丸子，交给特雷根，快去，快去！不，快去！师傅，不要抓丸子！哎呀，你这傻丫头，闪！
好你个八郎子，把银币还给我。哪有给了钱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嘿，你没把毛驴给我抓住，这钱就得还我。二丁大婶，人家毛驴也说了要钱，我俩两个银币，他一个我一个，我的钱给了，毛驴的钱可没给，他还不跑啊？好你个儿娃子，你敢骗我的钱？怎么又叫儿娃子？我叫阿凡提。阿凡提，阿凡提，把布还我。哎，这是院的布。这是我的布。你的布？这金色的布我还是头一次见。哎，你是咋染的？啥咋染的，它本来就这颜色。啊，二弟大叔，您看这可能是用金子做成的布啊，那我可发财了。快把布还我。哎哟，不得了了，二弟大叔，你这卖的不是果子，卖的是金子啊。哎，二丁大婶儿，你的布，哼，怪人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赶快走吧，二丁今天吃了大亏，他会让特雷根来抓你的。特雷根什么人？是他的丈夫，人家可是八一老爷的大管家。八一老爷的大管家，那也不能乱抓人吧？我，哎，二弟大叔，这个银币给您，二丁糟蹋了您的果子，这是他赔的。几个果子值不了多少钱，这是你靠机灵换来的，这钱属于你。钱对我不重要，您可以拿它买一头毛驴，这样您就不用自己辛苦拉车了。毛驴我有，只是被人家抓走了。咋回事？我们这儿啊不让有毛驴。是啊。为啥？我是上座写着呢。这不是荒唐事儿吗？哎，可不敢接告示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啊。阿凡提，你找不到金毛驴要出事儿的。二黎大叔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金毛驴？八一老爷说有那就有。爱管不平事，爱为人分忧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哼，年轻人，你知道金毛驴的线索了？你是谁？我为啥要告诉你？我是热河曼八一老爷家的大管家特雷根。八郎子，接了告示可是没有后悔药吃的。说吧，金毛驴在哪儿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什么？你敢欺瞒我？上面不是说三天吗？时间还没到呢。接了告示就意味着你已经找见了，你想在八一老爷大管家面前撒谎，那是大不敬。Thank you.
嫁，嫁。哎，他怎么停下了？驾，驾！他为啥这么笨？我不知道。你和他一样笨。走啊，走啊！哎呦！你小心！气死我了！他一点都不好玩，一点都没有我的金毛人好玩。我问你，我的金毛人找到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就知道不知道？是，我不知道。再找不到我的金毛人，我把你们都关起来。是，我知道。启禀八一老爷，拜乡人阿凡提接下了悬赏金毛驴的告示。我的金毛人有消息了，太好了！低头。启禀八一老爷，外乡人未找见金毛驴就敢擅自接下告示，实属对八一老爷的大不敬，望老爷治罪外乡人阿凡提。特雷根大叔，谁是你大叔？叫我管家大人。管家大人，屋子里没人，你跟谁说话呢？不许乱看，低头。老爷，外乡人不懂规矩，理应责罚。哎呦，低头。真的没人。低头。低头，他也没人。你，哎，你是啥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咋没看见？让你看见，我还是八一老爷吗？你就是八一老爷？对呀。你是谁？我是。哎呦，低头，老爷，从您父亲的父亲父亲就定下了规矩，村民不得正视八一老爷，外乡人不懂规矩，理应责罚。对呀，你怎么敢正视我？尊敬的热赫曼八一老爷，如果我不看你，你就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的脸。您就看不到我的忠心。哎，有道理，都让我看看你们的脸。在下不敢。阿凡提，你这是在蛊惑我家老爷，破坏规矩，你该当何罪？我等等，你就是阿凡提？对呀、啊。何雷哥，这个外乡人是你带来的吗？是是是是是，哦不不不不不是，他不是，我是。什么我什么是什么不是？你把我都搞糊涂了，特雷根，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，我会好好赏赐你的。谢八一老爷。阿凡提，就是你接了悬赏告示，对吗？是的。太好了。我的金毛驴呢？他，我都想死他了。你知道吗？没有我的金毛驴，我现在天天吃不好睡不好，睡不好我就吃不好。你别说话，听我说，我的金毛驴是世界上最能懂我、最能让我高兴的毛驴。它聪明，它听得懂我说话，它能陪着我。金色的床，金色的墙，金色的笼子，金色的猫驴。
是他现在不见了，我的快乐也被他带走了。阿凡提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我的金毛驴在哪儿了？八爷老爷，我是接了告示，那你是不是可以放了所有被关着的毛驴？当然，来人，放了所有抓到的毛驴。老爷，阿凡提的确接了告示，可他并没有找到金毛驴啊。什么？没有找到金毛驴？对。你在骗我！八爷老爷，这世上只有灰色和黑色的毛驴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金毛驴。那我的金毛驴是怎么回事？克雷根，我的金毛驴可是你送给我的。老爷，您是八一老爷，您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人，您的毛驴肯定是金色的，怎么可能是灰色，更不可能是黑色。哼，八一老爷，阿凡提，你没有找着金毛驴还敢擅自接下告示，实属对我老爷家大不敬，你该当何罪？来，把外乡人阿凡提给我关起来。关起来。哎，等等，八爷老爷，我有话要说。放开。等等，等等。尊敬的热乎曼八爷老爷，阿凡提的确没有见过金毛驴，但是我也没说过八爷老爷的毛驴它不是金色的。老爷，只要能让我接上一眼，我保证能帮你找到金毛驴。可我的金毛驴丢了，我怎么让你看见？我有个主意，快说。可以让人模仿金毛驴的样子，这样我就可以从中发现线索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可我的金毛驴会跳舞，谁能演？尊敬的特雷根管家大人最合适。哎呀，阿凡提，你，八爷老爷，金毛驴不是他送给你的吗？让他也最合适。老爷，我，我什么我？就你也最合适，也最像。开始吧。哎，咿哈咿哈。合适的一头驴，头脚朝地左蹬右踢，我是忠诚的大管家，格局是那头最像的驴，人人嘲弄丑太初，人人嘲弄丑太初，我是忠诚的大管家，可却是你头最像的驴。哎，八爷老爷，您的驴是啥时候得到的？你别停啊！你继续。哎，半年前，当他出现在我眼前，他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眼睛就像天池的湖水一样清亮。哦，半年前。你别停啊！你继续。哎，他跳起舞来是一蹦一跳的，一蹦一跳，一蹦一跳，一蹦一跳。哎哎哎，对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我就会很开心。会跳舞？你别停啊！继续。他特别喜欢围着我转。就是这样，紧紧地跟着我，我就不会孤单。好，三日之内，我保证能帮你找到金毛驴。真的？不过你得答应我，放了所有被关着的毛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老爷，三日时间太长了，您思念您的小毛驴都已经吃不好睡不好了，我觉得一天时间最好，阿凡提肯定没问题。一天，太好了！哦，我困了，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阿凡提，一天一言为定。掰了。嗯。阿凡提，这可是八一老爷的命令，你可不能当儿戏呀。好，一天就一天，我等着你。吃不下，睡不着。这么长时间，你都去哪儿了？过得好吗？你看，你都瘦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这一次啊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再让你走丢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照看好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的妈妈没有被抓走，师父为了让她干活，就把她藏在染房里。你一定是想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呀，丸子，现在可不行，现在到处都在抓毛驴儿。如果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见到你的妈妈的，真的。爸，我去给你拿你最爱吃的玉米饼。你不能跟着我，你得在这儿待着，记住吗？这可是你的部队了，这，哎，你可别忘了，大把这事可是我交代你。
你得谢谢我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看不出来，你还是一头不一般的毛驴。哎，别以为我不会跳，你跟月儿跳的时候，我可都学会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得赶紧走，你的同伴们还等着你去救他们呢，走吧，走啊。你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是吗？回八一老爷家，走吧。哎呦喂，你还真是头驴，说翻脸就翻脸。你要是不回去，你的那些同伴，那么多的毛驴就都会没命的。你还真是一头重情义的毛驴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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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你撞的我都起不来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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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怎么去旅行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！你是想让我骑着你走是吗？这个主意不错。你说咱俩要是能一起结伴旅行该多好啊。你还真是一头有意思的毛驴。你说你待在八一老爷家里吃得好睡得好多美的事儿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呢？哎呦喂，你咋又变脸了？团长，快停下！丸子，你不能这样对阿凡提哥哥，他可是帮助过你的。阿凡提哥哥，这是咋回事？丸子他平时对人不是这样的。没啥，我只想把他带回八一老爷家。什么？你要拿丸子换钱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你就是在大巴扎上，你就是为了钱。我那是帮尔丽大叔要回他的瓜果钱。月儿，是这样，丸子就是八一老爷家丢的金毛驴，如果他不回去，全镇的毛驴就都会没命的。你骗人，丸子是棕色的，他怎么是金毛驴？那你说，那金布是怎么来的？你的意思是？月儿，你可别忘了，特雷根可是热河曼的大管家，他还和你师父是一家人，全镇会跳舞的毛驴有几只？我只教会丸子跳舞。对呀，热和曼的毛驴会跳舞，你的毛驴也会跳舞。他的毛驴是半年前得到的，你的毛驴是半年前丢的。你师父他们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讨好热和曼。我还是不明白，可是丸子现在是棕色，它不是金色呀。这个我也没想好，他是怎么变回去的？
阿凡提哥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丸子不回去，大家的毛驴都会没命吗？是真的，热河妈她年纪小，做事又不计后果。可是月儿舍不得丸子。丸子从一出生就陪在月儿身边，他陪我一起玩，陪着我说话，陪我干活，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亲人和朋友。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但是他想什么我都知道。他从热赫曼家里逃出来是因为他想他的妈妈。想他的妈妈？嗯，还有他在热赫曼家里一点也不快乐。不快乐？当然，八一老爷的家再好，那也不是丸子的家，对不对？我还真没考虑过你的感受，可是你不回去，其他的毛驴该怎么办？丸子，我知道你不想回去，可是你为了你的同伴，你也得回去好吗？丸子，哎，我有个主意，可以先不回去，我们可以先让丸子见到他的妈妈，然后再送回去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丸子，你可以见到妈妈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丸子的妈妈被藏在染房里，他要回去肯定会被师傅他们发现的。没事儿的，月儿，什么事都难不倒我，交给我吧。走吧。去哪儿？这个我还没想好。啊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师傅跟特雷根把丸子妈妈看得那么紧。月儿，咱们还是先给丸子找个藏身的地方吧。阿凡提哥哥，你就告诉我是什么办法吧，好吗？我都烧到屁股了，你还能睡得着？哎呀，老婆子，那丸子可是在你那儿跑的。嘿嘿，你说你让我有啥办法？你还说我呢？你是不知道那头疯毛驴有多吓人，还有那个阿凡提，他不仅把毛驴给我放跑了，还骗走我一个银币。说起那个阿凡提，我就来气儿。今天让我在热河曼面前出尽了丑。你光气有啥用？你倒是想想办法，赶紧把丸子找回来。哎呦，哎呀，老婆子，你说那丸子我们还能找得回来吗？那可是一头长了心眼的毛驴儿。你别忘了，咱们当初把它献给热赫曼的时候，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呢。可不是嘛，为了把它染成金毛驴儿，我都累死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小点声，不要命了。那你说该咋办？这阿凡提能找着金毛驴儿吗？不说，老婆子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这世界上哪来的什么金毛驴儿？对呀，这阿凡提接了告示，不是自个儿往火坑里跳吗？哼，我就给了他一天的时间，到会儿啊，咱们就等着瞧他和那些毛驴子们关在一起吧。哎呦，还是我们家特雷根厉害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可是看到他今天拿着金不得意的样子，会不会是知道点啥了？啥？啥金不？都怪月儿那傻丫头，她把咱们染的金布拿到大巴扎上去卖
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老婆子，我说你才傻呢，你为啥不把那些金布藏好？这万一要让热赫曼知道这金毛驴是咋回事，他一生气脑子一热，你我都得没命。吼啥吼啥、你冲我吼啥？哎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我哪敢跟你吼呀？那你倒是想想办法，赶紧把阿凡提抓起来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哦，对，这阿凡提是要抓，等期限一到，我立马把他给抓起来。可他万一要找着丸子，把他交给八一老爷，那咱们不就危险了？老婆子，我问你，你确定那丸子身上一点金色都没有了？确定，我看得真真的。好，当务之急就是要让热赫曼相信这世界上有金毛驴。都听你的，你说咋办？老婆子，这全镇上下不是一头毛驴都没有了吗？可咱们家不是还有一头吗？你是说？对，我们要为热赫曼重新打造一头金毛驴。可是那头毛驴不会跳舞。哎呀，管他会不会跳舞呢，只要让热赫曼相信这世上有金毛驴，你想想看，那阿凡提会有什么下场？哎呦，老头子，你太有才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把毛驴染得金灿灿。对呀，这是假来还是真？假作真是真变假，真作假来假变真。错上错出险情，失而复得全合理。有钱才能保忠诚，有权才能保前程。为让主人不孤单，为让主人得言欢，真假即上阵，忠心吊肝胆。为让主人不孤单，为让主人得言欢，真假即上阵，忠心吊肝胆。二林大婶，哎呦，阿凡提，他咋来了？来得正好，看我不把他打出去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老婆子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想想看，你要把他打伤了，他不就有理由不去找金毛驴了吗？那我们还怎么看好戏呀？对呀，让八一老爷好好收拾这个狂妄的儿娃子。对，让他进来。哎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。八郎子，谁让你进来了？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二林大婶，这不是染房吗？我来买几块布。阿凡提，我说你不好好的给八一老爷找金毛驴，还有时间瞎转悠，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呀？来回瞎转悠，我是来办正事的。我准备在二林大婶的果园举办宴会，需要几块金布，所以我是来买金布的。啥金布？没有。哎，你不是在大巴扎上说玉儿的金布是你的吗？哎好哎好哟，特雷根大叔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嘿好。哦，他这是在为八一老爷学毛驴跳舞呢。哦，别说你今天在八一老爷家里跳的进步很多嘛，驴叫声也好听了，越来越像头驴了。这要是让八一老爷看到，肯定喜欢。你阿凡提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什么进步，你说的那是我捡来的，没什么事儿，赶紧走。哎，
有事儿有事儿，我还有重要的事儿没说呢。我举办宴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找到了金毛驴，想请二位来参加宴会。啥？你找着金毛驴了？阿凡提，找到金毛驴是好事啊，我得恭喜你。不过你确定那是金毛驴而不是黑毛驴？克雷根大叔，你不相信我？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我只是为你担心，可千万别看错了，这如果看成黑毛驴，那可是要被关起来的。谢谢您的关心，千真万确的金毛驴我看得真真的。好了，既然没有进步，那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二位一定要来参加宴会。好好好好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他找着金毛驴了。哎呀，我说老婆子，你先别急，我问你，咱家的金色燃料你确定藏好了？藏好了，谁都不知道，我连你都瞒着呢。你聪明，这宴会呢我们得去，我倒要看看这阿凡提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。老婆子，当务之急，我们得赶紧抓紧时间把金毛驴献给咱们的小八一。说干就干。干。
欢迎乡亲们，欢迎，请，请。阿凡提哥哥，阿凡提哥哥，我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金色的染料。没事的，玉儿，我这还有金布，这样你先去准备，等他们一来，就带着丸子走。他们会来吗？心里有鬼的人是坐不住的，肯定会来。玉儿，那你咋办？没事儿，这里交给我吧，放心吧，你快去吧。哦。阿凡提，就凭一块金布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。小八一要的可是金毛驴啊。大叔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金毛驴？哎呀，我们知道，可小八一不知道啊。阿凡提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啊哈！恭喜恭喜阿凡提，这么快的时间就找到了金毛驴，说实话我真替你捏了一把汗呐。特雷根大叔，这还得谢谢您催得紧，要不然我也没那么快找到金毛驴。行了行了，别炫了，还是让我们赶紧见识见识你那金毛驴吧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还是看金毛驴吧。不着急不着急，我们哎，还是先参加宴会吧。阿凡提，你这宴会上吃的喝的用的都是我的硬币买的吧？欢迎您大吃大喝。啊，什么声音？驴。哎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特雷根大管家。哎，阿凡提，月儿姑娘和丸子已经走了，我看啊，这个特雷根是来者不善呐、啊。我这果园后面还有个后门，你还是赶快走吧。大叔，这大伙儿的毛驴没要回来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再说了，您别忘了，咱们的好戏热和慢还没看呢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倔呀、啊？这个特雷根是不好对付的，万一这个热和慢只相信了他而不相信你呢？听我的话。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您别劝我了，我倒看看特雷根能把我咋样。哼，哎呀，行了，阿凡提，你的鬼把戏耍完了吗？时辰已到，交出你的金毛驴吧。特雷根大叔，谁是你大叔？叫我管家大人。管家大人，现在时辰尚早，金毛驴还没睡醒，我去帮你叫醒他。想跑？我要见八一老爷。想得美。老头子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。哼，在我面前耍花招，他还弄了点，带走。
丸子，见到妈妈了吗？真为你高兴。其实，我们是一样的，都需要关爱，都需要陪伴，都需要彼此之间的信任。八一老爷家再好，金笼子再华丽，那也不是你喜欢的，因为那不是你的家。丸子，从今天起，你我就是朋友了。朋友是不会把你送回八一老爷家，也再也不会让你不快乐。啊啊！老爷，你很快就会有金毛驴了。我不要很快，我要马上。阿凡提呢？抓起来了。为啥要抓他？我还要他给我找金毛驴呢。一日期限已到，阿凡提并没有找到金毛驴，他欺骗了您，所以要重罚。重罚？对。他还没有这么讨厌，把他带来，我要见他。老爷，这阿凡提……快去！是。老爷，阿凡提花言巧语，小心被他迷惑。克雷根，你有没有骗过我？我的金毛人是不是被你藏起来的？老爷，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呀，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对您不好的事情。克雷根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知道你对我好。老爷，我很快就会为您找到金毛驴了。不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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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。哦，八一老爷，老婆子，你咋来了？不好了，染坊里的毛驴不见了。啥？我从果园一回来，就发现毛驴丢了。要出事儿。八一老爷，阿凡提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为啥还骗我？我从来没有骗过您，我是认认真真的在为您找金毛驴。一日期限可是你答应我的，我的金毛驴呢？让我给您讲一个故事，您就知道金毛驴在哪儿了。老爷，阿凡提又在耍花招，您千万别上当。我就再相信你一次，你讲吧。屋外还有我一个朋友，需要他一起才能讲故事。老爷，让他进来吧。谢八一老爷。
老爷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阿凡提还在欺骗您。阿凡提，你这故事什么意思啊？白老爷，我这是为了把毛驴卖个好价钱，就把灰毛驴染成了金毛驴。何雷哥，我的金毛驴是不是也被染成的金色？老爷，您是八一老爷，您的毛驴肯定是金色的。阿凡提，你看我家老爷年幼就变出这么一套把戏来戏弄我家老爷。我没有，八一老爷，我这么做就是想告诉你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金毛驴。老爷，您忘记了吗？上次阿凡提还说您的毛驴是金色的，可今天他又不承认了。阿凡提满脑子鬼点子，就会骗人，我还被他骗走了一个银币。八一老爷，特雷根他们这是把黑毛驴染成金毛驴送给你，那是在骗你，是为了讨好你。别吵了，我知道你们一个个表面上听我的，其实就把我当小孩想糊弄我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听你们吵，我要看证据。八一老爷，这块金布就是证据，您看，一块金布就能当证据？你当我们都是小孩吗？阿凡提，你又想糊弄我们？老爷要的是金毛驴，又不是什么金布。啊，八一老爷，这正是阿凡提诬陷我们的证据。对呀。哼，八一老爷、嗯，来人，把阿凡提和那些毛驴关在一起。你丸子，快停下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应该和你妈妈在一起的。快抓住这头疯毛驴！丸子，快停下！快保护八一老爷！快抓住他！染成了金色送给了您，所以他就是你要找的金毛驴儿。
它的金色呢？因为是染成了金色，所以掉进水里就没有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他们这是合起伙来骗您呢。您是八一老爷，您的毛驴肯定是金色的，怎么可能是染的呢？我们没有骗您，我把丸子妈妈也带来了，您看。这是我师父他们为了再给您找一头金毛驴，就把丸子妈妈也染成了金色。这还没染完，原来是这样。丸子，呵呵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你，我天天吃不好，睡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离开了。腿根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原来欺骗我的人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老爷，让您生气我很难过，可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你玩得开心。您每次想换着花样玩，我都会绞尽脑汁为您想法子，可是假的终究成不了真，只会让人提心吊胆，错上加错。老爷，我愿接受您的责罚。八一老爷，虽然特雷根选择的方式不好，不过看得出来他对你还是忠心的。是的，我师父他们为了调配这金色的染料，他们试了很长的时间，吃了很多的苦。阿凡提，我真的有这么贪玩吗？说实话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很爱玩，只是你是八一老爷，你的任何决定和喜好都会让你的属下言听计从，甚至为了让你满意，他们都会飞蛾扑火。飞蛾怎么能扑火呢？那不就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从今以后我要多学些知识和本领，我再也不能任性贪玩了。阿凡提，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会让我的属下因为我飞扑火了。您真是聪明过人。阿凡提，我喜欢你，我需要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时刻提醒我。哎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我发现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就要关进笼子里，那我也应该在笼子里待着。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你啊？总不能都到笼子里见吧？对呀，你喜欢的小毛驴被关进笼子里，那他还能见到他的妈妈吗？我懂。丸子，出来吧，以后再也没有进笼子了，你想去哪就去哪，再也不会有人拦着你了。阿凡提，我知道你爱旅行，所以我也不会把你留下的。谢八爷老爷。哎呀，你还是叫我热赫曼吧。老爷，我有这么老吗？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好，热赫曼。哦，对了，那全镇的毛驴该怎么办？好多人都在等着他们回家干活呢。传我的命令，放了全镇的毛驴，并且每一头毛驴都有阿尔丁和特雷根亲自送回家，这就算对你俩的惩罚吧。谢八一老爷。Thank you.
题。Thank you.